报迎2021中喜提第一名的刘宇，成团后一直行程满满，虽然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他却是收获良多。特别的感受就是工作变多了，然后呢每天就会见到不一样的人，然后我觉得不仅仅是自己很辛苦吧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。记者邵春丽上海采访报道。